这是许银川跟王天一的第一次交手，我看了不下十遍，简直是太精彩了。这盘棋选择2010年全国体育大会，红方是许仙许银川，黑方是外姓人王天一。咱们来一块看一下实战。
以为接下来红方肯定会凭炮来打死黑马，即使黑方可以用炮守马也没用，因为打完以后黑方的老将和炮都动不了，所以只能投降。